eres muy rebelde porque te falló el amor. Cuando más bonita te sentías tú, me entregaste lo más puro de tu dulce flor, tu secreto, tu mejor tesoro. Olvídalo todo porque no fue una traición, solo fue un juguete de la vanidad. Otra me engañó con su bajeza y su ambición. Si tú me perdonas también.露西亚是一个开朗乐观勤奋的姑娘，她在迈阿密开公共汽车赚一些生活费。早上好。她整天开着车到处去，生活的辛酸让年纪轻轻的她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他人或任何东西的伤害。这不是我的错，你听见没有？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听着，你很狂妄，而且你在胡说。我没胡说，我知道怎样维护我自己，不用你教。但他没想到会遇上眼前这个卑鄙的对手。我刚才在找你，我全都看到了。你是谁，贱人？好，我是贱人，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是我不是骗子。这个卑鄙的对手将不惜一切代价夺走他的心上人。露西亚深深地爱着劳尔，劳尔是个穷小子，在他叔叔的农场里孜孜不倦地工作。劳尔，我真的很喜欢你，我从一开始就爱上你了。劳尔也喜欢露西亚，他们的感情发展得很好，直至劳尔到高瓦卢比亚斯家族的豪宅工作，从此一切都改变了。我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将会怎么样。因为劳尔在那里遇到了库斯杜，她是家族女主人多尼埃利古特高瓦卢比亚斯的孙女。早上好，小姐。早上好。库斯杜虽然美貌过人，但却是蛇蝎心肠。利奥尼，我要运用我的智慧打败我姐姐，控制一切。库斯杜，你真狠毒。库斯杜还当着姐姐娜塔塔的面引诱她的丈夫恩尼斯图。听我说，恩尼斯图是个好男人，别失去他。姐夫你好，我需要你的慰藉。当库斯杜遇到劳尔时，立即对他产生了爱意。那个捧着盆栽的小伙子你也喜欢？我从没见过这么帅又有魅力的男人。虽然他们身份不同，但库斯杜决定要征服劳尔。从那一刻起，库斯杜就成了露西亚的噩梦。小姐，你怎么样？没受伤吧？又是你。劳尔被库斯杜美丽的外表和财富深深吸引，但他不知道库斯杜原来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不过还有一件事是超出劳尔想象的，库斯杜和露西亚原来是表亲，露西亚拥有高瓦卢比亚斯家族的部分遗产。这个隐藏多年的秘密只有少数人知道，那是发生在20年前的事了。当时露西亚的妈妈艾丽娜和多尼埃利古特的生意伙伴阿里坚杜文德拉玛有过一段情。我爱你，艾丽娜。多尼埃利古特不能忍受艾丽娜的越轨行为，于是和她断绝了关系。她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想结婚，我宁愿看着她死。别出声，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了，我要成全你妈妈的愿望。来吧，亲爱的小宝贝儿，来吧。为打击阿里坚杜，多尼埃利古特运用他的影响力把杀人的罪名强加在阿里坚杜的身上。本庭宣判阿里坚杜文德拉玛一级谋杀罪名成立，入狱25年。贫困孤独的艾琳娜多年来隐世而居，不让露西亚知道真相。露西亚她有权知道，
关于阿里监督温德拉玛的事，他是他的爸爸。你终于回来了。突然过去的阴霾再次冲击露西亚的生命，他的亲生爸爸刑满出狱，正在寻找他的最爱艾琳娜。阿里监督，他终于能够向多尼埃利古特报仇了。早上好，埃利古特高瓦卢比亚斯。怎么了，埃利古特夫人？你没事吧？阿里监督要重拾他失去的一切，包括他的家庭和财产。阿里监督想把露西亚培养成一个知书达理的淑女。露西亚找到了新欢。早上好，露西亚。和新的梦想。但是露西亚的心里还深爱着劳尔。劳尔跟我说过，他会在你家住几天的。他在你那儿吗？我离开农场后就一直在等他，但是他还没到。那他会在哪里呢？现在露西亚得面对人生最大的挑战，找回她的真爱。劳尔，我爱你。我真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分开呢？